好，爷爷啊，1:34啊，接获民众110报案啊，号称啊，位置在147.7 K 处啊，南下车道啊，有砌石啊，掉落在南下车道处啊，占据了南下车道处，目前呢、啊，砌石约10吨以上，本所已经通知了公务段到场清除，本所啊，严禁在现场啊，架设三角锥，以防止啊南下车流啊发生冲撞的事故。